易捷奇反马为即将在4月22号举行的易捷奇 Let It Rain 大马罗唱会宣传造势。因为赤裸只是一个隐喻，我觉得它涵盖了坦诚跟坦白跟怎么去面对自己你所发生的内心里面的。所以我这次为什么叫裸唱会的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带着一个比较肃静的、安静的心情心灵来听这些易捷奇的创作，能够在可能也许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你想要看的事情。自曝有裸睡习惯的易捷奇表示，并不建议在裸唱会上与歌迷们分享自己的身体。该脱的我会脱，该露的我一定会露。对啊，但是我露其实有人想看呢。哎，有啊，你看有啊。有没有来裸听？我就来裸唱啊！大家一起去追我。你看他，你们要听他。